了一个八少。好。怎么是两个？这个楼你没打死吧，李明轩？死完了呀，那边没了应该。丢了个枪不？老铁，他正是个畜生！老子你妈挠头呢！我操他妈鼠标都没我，你妈的！这后面趴了一个！操！近点来了，左边，左边最后一个掰他，别救我，去掰他。阿宝，来了，顶上来，我要被捕了。兄弟，这么快吗？贴过去了吗？我贴了。给你做嫁衣了，我勒个蛋！我就穿个衣服。还是倒的。这队友来了。搞不懂。干哈？我操呀！我这有点受宠若惊了。给他放倒。好了。马鹏。还开车的，开车走了。给完了。哎，在我脸上翻了。哪里？在我这翻了。来个标呗。哦，就这防区。我不知道去哪儿。屋子里，屋子里。房子外。往外一个喷子，慢慢慢慢。